颗粒肥巧克力出口全球46国。今天是5月29号。今天来到这是陕西西张村镇王大哥这个苹果园。你听说你用巧克力啊？对。咱用巧克力用几年了？三四年。嗯。今天来看这个苹果树的时候，你去年秋收季肥的时候用了没有？用了。用了，用一棵树能用多少？去年秋四季肥一棵树用2斤，用二斤，嗯，哦，今年开春又开始冲巧克力，开春又冲一次，哎，哦，你看看这叶片啊，这小苹果这灯都套上了，这苹果比别人的苹果大的，大，嗯，还都大，这灯套上了啊，嗯，今年别的好像苹果都算没有过，对，过这么今年我们刚才转几个地方的时候，大部分都果农都说这个今年苹果落果严重。对，咋这个咋劲儿？咋这个不现实？咱普莫水比马哈在六月单儿套的再冲巧克力啊，等套好的时候再冲一次巧克力，七八月份再撒次一遍。好，咱看这叶片啊，这连续秋收季肥用，还有这个中途又冲实两次，你看这叶片看着这明年这产量还要大来着，明年产量还要大，对。对。那你看着你那个感觉用在巧克力的时候，这几年这个舒适咋劲？舒适很肥，它的越裂一见你看绿腾腾的。它没有这个框条，没有条长。有点框。树叶也绿了。你去年我记得你去年时候那个苹果颜色咋劲？颜色很好。口感也好吧。口感好，对。卖价咋劲？卖价比别人的价钱都高。高多少？高2毛钱我一斤。高2毛钱。好。啊，你看这树叶啊，你看这啊，这树叶的，这叶片多大？你看这叶片是啊，它这个树叶，你看树桌子，它是个软的着，嗯，你看没有？它是个软的着。你看这苹果，苹果比别人这苹果也大一点啊，比别人苹果大啊啊，对啊，这现在还正在这套袋里是吧？啊，正套袋，正套里套袋。好，为巧克力点赞，点赞。巧克力 Cocoly